现在要隆重的欢迎谁？之后呢，还是有大大小小就是一些事情，一直有接在处理当中，那刚好就是下个月呢，就是有新的一部影片在筹备当中。哦，了解，不好意思。그쪽은김강석기가허브아일랜드한곳인데요그드라마에서남녀주인공이서로의사랑을확인했던장소이기도한데그만큼그분위기가아름답고좋습니다그래서아마사랑하는사람들끼리아니면시작하는사람들끼리가면그사랑이아마꼭이루어지지않을까라고생각합니다那外卖片里面有所看到的一些背景，例如说那个大邱的金光石街或者那个京畿道那边那个香草岛乐园，这两个地方都是有一个共同，就是一个男女主角在那边有告白爱情的告白的地方。那意思呢，就是这个两个地方都是一个很这个很浪漫的气氛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一些情侣到那边的时候呢，自己他们自己的彼此的伤害也更深，或者是没有一个爱情的关系，也是到那边呢，就是一个陶醉那个气氛非常的浪漫的地方。那要请问一下苏先生啊，是不是一个很 romantic 的男生？他是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솔직히본인생각하시기에는스스로가그낭만그러니까로맨티스트라고생각을하시는죠네저는그렇게생각합니다我是的确是罗曼蒂克的人，真的浪漫主义的。하지만상대방은어떻게느끼고계십니까那我觉得是我这么认为，但是对方我不知道他怎么看我。因为我想知道说他真的会打那个围巾吗？围巾是。对，他在剧里面有织围巾。그드라마에보면이제실뜨는장면이나오는데실제로그거를뜨실수있는지요아촬영때문에잠깐배우고촬영했습니다哦，因为就戏剧的角色的关系，就拍摄之前他暂时很短的时间来学一下。哇，有没有什么？因为现场也有男生嘛，要跟苏志燮来学一下说，说怎么样去追女生，怎么样才够浪漫才会成功？因为在剧里面他那个围巾的那个球球，然后这样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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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拉一个戒指就出现了，有没有好浪漫？所以请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大绝招可以教男生？여기많은耍浪漫。好，那많은여기남성팬들도많이와계신데요그드라마에서보게되면이제목도리를짜주면서이렇게사랑을고백하는그런장면에서많은분들인상깊게드라마를봤었습니다그외에혹시그어떤여성분에대한고백사랑고백이라든지이런부분에대해서그솔직히많이어떤그런비밀내지는그런뭐내공이있는그런경험있으면좀하나좀풀어주십시오그런거를미리고민하고있지는않고요상대방을만났을때그사람이좋아할수있는것을맞춰서고백을하려고노력하는편입니다其实我没有一个必杀技能，但是就是我看到那个对方之后多观察，多观察之后呢，他对方到底喜欢什么呢？那就是看到那个就马上行动。对。